来看台科大研究所学生啊，暂时漂浮式根据同性阿爸对3600外件参赛作品当中，摕到红点式的概念奖相关研究，也就是红点1000的大奖，这么是台湾头一届去得到这个奖。听到家己的作品摕到上好成绩，红点1000，台科大研究生黄品珍甲黄清雅是真激动，甲同学来做伙。得过红点设计大奖，十九号暗时伫新加坡举办颁奖典礼，台湾表现真好。然后48件作品摕到红点概念设计奖，而且这项漂浮式金吉同性鸭，佮摕到上大奖红点1000。我们实在是太意外了，居然会得第一名，谢谢大家。这项设计灵感是来自台湾这几年天灾真多，因此想要利用漂浮式鸭来发射信号做行动与对待，而且这鸭本身可以当利用风力发电，民众身躯边才有通信设备，对当甲外口联络。像之前我们发生很多天灾，例如说88风灾，然后很多地方是通讯车没有办法进去的，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跟里面联系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个方法来帮助这些人恢复他们的通讯，然后让救灾比较迅速这样子。德国红点设计奖是世界四大设计奖，过去人拢叫伊是设计奥斯卡奖。今年设计概念奖拢总56个国家3672项作品参加比赛。台湾虽然早伫过去就定定得着奖，但是是第一届摕到上好成绩红点1000，这嘛表示咱台湾学生设计创业能力已经得到国际肯定。记者总不多。